们两个把二位神秘嘉宾都请出来吧。楼上的哥哥们准备好了没有啊？人都说楼上的姑娘们，还有楼上的哥哥们，姑娘们在楼下呢。哥哥们来吧。哎，人呢？哥哥们没听见，姑娘们再大点声。出来吧。哎，来了来了来了。然后呢？就是各自站队。啊！哎，这仨一家啊！哥哥们，那是梅婷姐的同学，这是我的网友。哦，高二好，张二好，杜二好，李老师好，赵老师好，王老师好。友谊嘛，是不是啊？友谊，友谊。张老师好，来，张网友，你们真是网友吗？真的是网友。是。那你们怎么加上的网啊？通过中间认识的朋友联系上，本来是想说合作的，但说了好几年也一直没有合作成。都这么好几年了，都没见上面。没有啊。希望你们通过这次合作加深了解。陈明浩，致力于话剧舞台的青年演员。看你这岁数，看你这苍老劲儿，也不属于青年演员了吧？也属于中年表演艺术家了啊。梅婷叫你就来了。对，他叫肯定得来啊。来来吧，那祝贺你们一对一对牵着手就往配音间走吧。韩雪带着你的网友鲁一来。嘿，一看就头一回见面。头一回没默契，这俩手艺都没默契。掌声欢送他们进入配音间。呼呼，紧接着我们再掌声欢送梅婷和他的同学进入配音间，加油！哇！哇！真是太奇妙了，这属于我和 Riley 的世界。也就33秒。嗨，我是悠悠。哦，你好，我是乐乐。我能不能麻烦你，我来弄就好了。非常好，看来你掌握得很不错。很好，不急转弯。哦，停。放松放松，好腿。好极了。谢谢，非常感谢。该我们了。吃饭了，来吧，张嘴。这是什么新东西？安全吗？是什么？好吧，各位小心，前方有股危险的味道。这东西颜色不够鲜艳，也没有恐龙的外形。等等，各位，西兰花。好了，我就是救了大家一命。对，不用谢。Riley 不吃饭就没有甜点了。等等，他刚才是在说没有甜点吗？我说你想这么玩是吗？不让吃甜点，好吧，我们就吃饭。不过你得尝尝这个。Riley 看小飞机过来了。飞机，飞
极了口味。一个人配八个人。韩雪和张鲁一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部经典电影的片段《泰坦尼克号》。还有拖鞋。脱了什么意思、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有请泰坦尼克号。I love you, Jack. 他是得穿个毛衣。冷啊！正确着大家，正确 say your goodbyes. Now, did you understand me? I'm so cold. Listen, Rose. You're gonna get out of here. You're gonna go on. And you're gonna make lots of babies. And you're gonna watch them grow. You're gonna die, old.Oh, lady, hold me her band. Not here. Not this night. Not like this. Do you understand me? You must. You must. You must do me this honor. You must promise me that you survive. That you won't give up.No matter what happens, no matter how place, promise me now, Rose, and never let go of this promise. I promise. Never let go.Jack! There's a boat, Jack!
Come back, come back. Hello. Can anyone hear me? Come back. Come back. I'll never let go. I promise.